者翁子涵高雄报道。谢霆锋今晚来台站上高雄巨蛋开唱，以 KKBOX 年度风云大使身份登台。他梳起放浪不羁的鸡挂糖客头，一开场先是先深情演唱因为爱所以爱，接住更飙唱新歌异想天开，活住 David 帅气又迷人的舞台魅力，震慑台下沙漠粉丝。这次开场他也搭配首度在台使用的无火药式数控烟火与舞台雷射特效，绚丽的红色系视觉让全场沸腾。受访时谈到崭新的音乐风格，他笑说一直在沉淀一些自己喜欢的音乐，比较自私的风格之前都没有做过，接下来的音乐风格都会是自己想做的。劲爆的鸡罐头也备受注目，他拿了搞笑说刚刚是自己拿熨斗炒的，逗乐全场，也昨晚早已尝过港都美食，大赞非常好吃。至于新歌异想天开，有吴的女朋友王菲听过，她面露微笑回不回答，看来心情不错。 KK Box 风云榜，谢霆锋，记者陈奕宽社。 KKBOX 风云榜，谢霆锋，记者陈奕宽社。